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游戏啊？帕拉丁斯。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游戏其实是腾讯的。我一开始还在想，就是说，谁那么勇敢，敢去就是 copy 暴雪的游戏？结果我一查，发现它是腾讯的，我就明白，腾讯好像一直都在 copy 游戏的道路上做了很多种学习别人的游戏。但是我很惊讶，因为它是在 PlayStation 上面首发的，搞不太懂。而且服务器好像也很少，所以我后来把它调了一下，发现。但是我很奇怪，一个腾讯的游戏为什么汉化这么慢？到现在汉化都不完整。之前我已经玩了7个小时吧左右在线时间，咱们今天就是还是随便玩一玩。其实我玩过 OW 之后，我发现这个游戏跟 OW 不太一样。真的，其实这个游戏的手感就跟那个不太一样，也不能说哪选择个更你的好英吧，雄，也维很难克托。说。我最近是在练这个，他说要打排位的话，必须要先把12个英雄要练到4级，好像是吧，还是11个，反正蛮多英雄都要练到4级，你才能打排位。这个维克托也算枪手之类的，算选以择输你出的为装主。备，战斗即将开始。英雄没有练到级，只能打 AI 了。哦，我今天是第一个连到副级的，速战速决！主要最近一直都用的那个邮件嘛，所以说我就想还是连了你几把。好。那是5v5，也是5v5。准备战斗。准备战斗。现在没有钱买不了装备啊！这是一个瞄准的技能，技能键有一个是瞄准的，而且是这样瞄，先近，然后一个扔雷子的，一个快跑，然后就是一个大招就完了。大招待会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全军出击，好像是呼叫导弹，呼叫支援。祝你玩好的运！开心，集合。哦，我们是遭到攻击。这有一个飞上天的很讨厌，就很难打到他。第一滴血，游戏吗？啊，飞来！这才哦，飞上。我还以为没有死，看他又飞上了。等着等着，等他们下一波复活过来。特杀！哦，怎么你怎么这么快？无所天哪！畏惧的世界。刚才说他死了，好奇怪，没搞懂。待会再买吧，先不买。OK，复活了，这复活要骑马。不择手段，目标。占领成功啊！我还没有过去就占领成功。你可真是狡猾。测试阶段，所以说英雄很少，
没有 OW 那么多。OW 现在不是有更新的吗？更新的英雄超了。OW 十几分之一，很少很少，屈指可数。这个带防的。选哪去？敌人已陷入黑暗。看一下大招，大招就是，大招就是呼叫导弹，呼叫导弹。我操的，突然刷团，好神奇，像是有个洞一样的。杀特杀。稍微退有我呢，五连上成功了，这把赢了。暗木来袭，这一把也是这么关系啊。其实这个角色还蛮好的，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角色，一个枪手，很像那个 OW 有个角色叫什么忘了，好像叫士兵76还是67，76好像士兵76。据点将在15秒后出现。我感觉这个游戏的人物建模还有那个场景都没有那个 OW 惊奇，效果也很一般。不过还好，他虽然说是抄袭嘛，但是抄的也不是特别的一样。一位敌方英雄正在大杀特杀，坚持住！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怎么突然被弹起来？好神奇！从这边集合！天哪！我操，有人死了！这种射击游戏我是不太习惯用手柄的，有点太顺手了。啊，差一次，我该死了。天哪，他竟然不打我，好神奇！还没好，无所畏惧，就会死。他又飞又飞，叫你飞，天天飞来飞去的。敌人已陷入黑暗。蛇灵之力。这个龙就是要差点打到我，不太费事的时间了。哎，每次都扔完，好像突然就复活。剑斩紫龙之怒，十九十一连杀，
七六这局应该五四三二非常感谢一这把赢了这玩意射什么呢这是带治疗的妹子这是妹子吗反正她是带治疗的跑得很快移动速度超快虽然说我开的技能也很快而且我这技能不需要 CD 五四三二一走暗木来袭直接上来就是大炮好骑马动场了成功了我成功了看看这刚那个紫色的罩子是有火弹吗十三连杀对对天啊他被谁打掉了好快一枪就干死敌人逃破法律敌人已陷入黑暗胜利天哪果然胜利分分钟胜利这把大神哦那一枪应该是他拿狙打他一开镜之后能打很远打到九级还要省很久啊嗯我看一下我这个英雄到四级了没有到四级我就不用再留还差一点点赶紧把它打四级到了四级我就不用再玩它了就可以换一个英雄这个是主要是选择一个英雄想赶紧打排位打电脑已经打吐了他这个标志挺有意思的肩膀上这个标志这是狼还是狐狸应该是狼吧总突然数了数了选择你的装备战斗即将开始转起来这把对面有一个安卓克瑟斯很讨厌他的杀伤力很高的他就是那个 OW 的死神的翻版就是死神的兄弟他也是那种双枪然后一个都是那种单发的但是伤害非常高速战速决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这个英雄挺好这个英雄很厉害其实还有那个大树血很厚乌龟好像也血很厚准备战斗他只是扔的什么好萌的东西哇爆炸
四、三、二、一，战斗开始。我最讨厌这场景。欣喜祝你开心。第一滴血。不知道打什么，这个燃料特别强。我还没有清晰。机器人，机器人。对不起，弹出去，实在笑。猜猜看，对方第二轮来了。非常感谢。人的那也不能飘啊，所以说我都打了一段的等级。回归暗影，将军，目标已定在目标。我建议多看好一点。坚持住！多了！大杀特杀！天哪，这个蹦来蹦去，蹦来蹦去。他的大家伙，敌方受伤，应该休息了。啊，是安卓科特斯把我们带上，所以说就他杀率很高了。小心了！不想开个大招。找个机会开个大招都可以。推。去吧，吉克斯。我们正遭到攻击。暗幕来袭。是时候掌控命运了。让我把你带上。这个特斯拉上一局正在打，我还没有惊喜。现在我要死了，但是我被机枪手秒掉。机枪手很屌。无所畏惧。祝兄弟们都正在修还有三人没准备好，不要拒绝我的拥抱。回归暗影，银线着火了，快把我弹出去，弹出去。还有十五秒，真是十五，十九八七六，你们的国王正遭到攻击。三、二、一，死亡在等着你们！来尝尝我的大家伙！暗幕来袭！我还没有惊喜。一炮轰死。OK， 我赢了。OK。四局四胜才行。我回合制的。哼，我听到风声了。哎，这个能跳上去吗？据点将在十五秒后出现。啊，不行。五、四、三、二、一，非常迅速。天哪！我们遭到攻击，这个机器人好好，一定是时候掌控命运了。我们好，
这兵就行。准备好。Someday, we c a l 今天死了，这个就很，这个很好了，这个就很快死。这把吉格斯，哎，可算是去死吧。我还没有尽兴。和你的国王来个大大的拥抱。大杀特杀，好多了。这个穿车打不死，还没好。非常担心，小心了。来缠缠我的大家伙！哇天啊，他爆了，他爆走了。来缠缠我的大家伙！啊，这他的爆走，无所畏惧。干了，被大招给秒了。我很好奇是怎么喷那个。暗幕来袭！操！不是这样的。跟我冲！真不错。刚放大招就没有我们一片了。一炸弹王确实很好用。全军出击！他是坦克吗？长得像拿着散弹枪的少林武僧。雷克斯，这个雷克斯也很像死神。到底谁是死神？雷克斯，然后这边安卓克瑟斯，他们两个拿的武器好像，好奇怪。好吧，那今天的实况先到此为止，有点累。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可以关注，我会不定期的去发一些新的实况，还有一些游戏的一些剧情流程，或者说一些体验的一些视频。好，拜拜。